怎么叫有呢？就是我，谢谢。八，来走。五，哇，八，我干杯，这杯你怎么办？啊，哦，五，来，啊，走，王木，王木，王木，来走。哇，我干，中标。欢迎收看《梦东 TV》。早安，各位早安。今天呢，就是因为我现在那个恢复健身，就是我们三个通常一起训练的。然后我只是想今天跟分享我们通常怎么练，因为以前就是我刚玩师傅嘛。那这次跟那个健练一起，你看他变得很粗哎、欸，现在几公斤啊？93。以前以前那个比协会的时候，比上台大概几公斤？70多，我靠，你多了20几公斤。那现在增重吗？哪有，现在还是乳酸呢。没有，很粗。现在有了。怎么叫有呢？就是我，谢谢。没有，我现在还会减，我会减。我现在不敢多。不过呢，因为我跟杰总上一次啊，就是上上个月吧，就是开始一起训练的时候，我肩膀的力量掉超多的，可是我现在有恢复到大概60。所以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好好训练。我们今天练，今天练胸肩、上肢。我们来分享一下，我们平常如何训练上肢。是的，那我们今天好好训练吧 ，Let's go， 开始喽。第一个动作，通常我会用夹胸，对，稍微来热一下我们的肩膀跟我们的胸。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做一些比较大重量的双关节的动作，对，所以我们这个动作的话，它其实对你胸肌的激活还蛮有帮助，对，所以我通常会抬在第一个动作。OK， 好，我们重量会设定大概可以做大概12到15下的重量。OK。那Jason，你今年是比什么？目前还没有规划。应该是下半年的事吧。所以你们现在两个都升级。对对。然后通常它的角度我会往后调一点点，我会尽量做行程拉长一点点，对，让你的胸肌是拉长跟缩短，对，它的收缩应该会更完整一点。回来一点哦。第一组完就脱衣服了。那你们两位现在正肌，那就是每天的热量是大概多少？4000多，对。你分几次吃啊？六次。那现在你呢？多少？我没有很多，我大概3600。3600，对，3600。对，你也很超多。要你吃到3000，应该会觉得很痛苦。很痛苦啊，就是我现在就是我是尽量吃干净的，然后早上就是少油，然后那个淀粉跟那个蛋白质的比例。没有仔细的，还没开始算，但是就是大概以前备赛的东西拿来。那主要的是，终于我现在很少喝酒，是很少，不太需要喝酒了，不用再消耗应酬了，好不好？对。一个动作就暖身了，可以吗？那我们进入第二个动作喽。第二个动作的话，我们做上胸。OK。对，因为我们第一个动作把胸部稍微暖身开来之后，第二个动作我会选择开始比较大重量的上胸。那我们一样会做3组，对，那次数的话大概我们会抓10到12个，好，对，尽量做到力竭。然后我们还是一样。全行程的动作，对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是不会做半程部分。OK， 两边的40，两边哎90哦，没有80，80，刚是加上这个大概90。可以，
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我尽量，尽量。Easy。嗯。等一下，感觉有点重哎。不会，我们就是要做到力竭。力竭跟就是没办法退失力，你们会是哦。不会，没有问题的。是为什么要一起训练的原因，就是这样才会进步。真的。我本来想说，我自己慢慢训练，然后恢复到一半，直接找他们，这样比较好。可是没有，我想说算了，我第一天恢复健身的第一天就找他们的，强迫式，对，进步比较快。没有啦，先试再说嘛。就是说，很多人还没开始就说啊，不敢了，那不敢了，没有，先试再说了。可是千万不用受伤哦。走，干太太重了。因为你要做肱骨外旋再进来，所以我们把手的位置，你可能要把大拇指往下带，所以我们先握着，让大拇指往，我们让手的位置呈现，对这个位置 ，OK， 对，然后拉住起杠之后，其实你会发现你的手会直接有点想象，你要把杆子扳弯，对，所以手肘应该照理来说应该是会呈现肱骨外旋的动作 ，OK， 对，因为你刚刚动作会是下去。你是在这个地方，可是这样子的话，对你的前三角跟肩膀，对，我们应该是下去的时候，应该是让肱骨外旋，所以你的手肘应该是在这里 ，OK OK， 到后面这里往上带 ，OK， 胸高哦 ，OK， 对，如果你是这样往上，其实都会在这里，这里 ，OK， 好，所以你会做一个动作是强迫我们试试看，让大拇指的位置往内带一点点，然后先抓好。好，对，然后想象起来的时候，转的时候把它呈现，就扭杆子，对，杆子要把它稍微转扭断的那种感觉， okay. 然后维持在这个地方，你的肱骨自然就会呈现在正常的位置上面，是这样子意思对不对？对。这里才对，对，是吧？对，手都在这个位置哦，对，这肱骨才是正常的位置，对，所以手肘应该不会抬起来。来走，来，加速 ，nice， 来走 ，go， 四，来 go， 走 ，come on， 来，有还有，来走 ，go， 六 ，two more， 再两个可以，来走 ，three， one more， 再一个 ，go。你会发现。当肱骨在正确的位置上面的时候，你的斜方没办法带。对对，所以你会变得很吃力。哇，真的，刚刚这样子，因为我刚刚是太开了，是用到肩膀跟斜方。哦，天啊！我让他的斜方没办法用力。真的，我的斜方没办法出力。今天正式组的第二个动作喽，第一个动作是夹胸嘛，第二座我们做史密斯上胸，第三个我们就开始肩推喽。对，我们今天都是推的动作，对，所以我们会用固定式器材。对，那星球的这一台海拉塔的肩推，我觉得它的角度非常好，所以它吃到肩膀的力量其实蛮多的。那你可以试试看。肩膀的位置，只要是推的动作，其实都可以试试看。我刚刚那个位置是试试看，把手肘往下，把手指往大拇指往下带，上来的时候，其实它就让你的肱骨对是在正确的位置上面。推爆，好累啊、哦！我们要。强化你的肩膀。好，我肩膀、真的是
这样子所有的不是落量的力量来的话，我肩膀掉的真的最多。最多。嗯，对。啊？怎么老总？还热起来哎、欸！还热起来哎！这样的话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可是你看，是看这样，对，然后一样上来的时候想要转的感觉，对。来，走。来，走。走。还有还有 ，Go push push push。Go. One more. 再给我一个，来 ，Go. Push, push. Good. 哇一个好的教练有码表，那是干什么？你休息那么久啊？都已经休息三分半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看见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刚刚决赛不到三十秒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我是记我的学生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你好好的去训练就好。我跟你讲，万师帮你争取一点时间。万师傅是因为跟你太好，所以他不敢让你哪有休息到。哪有说？哎、欸、靠！是不是？我刚刚真的是看解释，好不好？干什么？刚刚解释还不到三十秒，赶快交代了啦！口音在飙，刚什么解释？哦，要刚刚结束，刚刚结束。机械肩推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延续，让肩膀的肩膀的收缩跟刺激度再高一点。所以我们换坐姿的哑铃侧平举，让坐姿的方式就是让你比较不会身体去晃动。对，然后我们重量其实不会选择很重，那我们尽量把动作做确实一点。对，那可以的话，上去的时候帮我试试看，你的手肘跟肩膀的位置应该是平行的。很多人会做这个动作是上来的时候会把手腕转上来。对，没有，我们是手肘去带，所以我们稳定完之后，身体稳定上，对，让手肘跟肩膀的位置它是呈现平行的位置。然后我们速度让尽量慢一点点。对，那我们。次数大概可以抓12到15个。好，上来的时候手肘先带，手肘下好，这样。对，手肘碰到我。对。哦，走，快，来。啊！走，四。三，还可以，走，来，三，走，来，五，走，五，五，四，走，三，其实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做的动作，其实。不难，可是你看都走到地结，然后真的是有伙伴的时候，真的比较就全火力全开，因为我一个人有时候连我都也是，我一个人有时候觉得大概走到八九啊快极限就算了，可是有一个伙伴的时候可以到最后，还有他们帮我们，这样就很棒，所以还是尽量跟朋友一起训练比较好，而且找到比你还强的哦。来喽，下一个动作，全部都做完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像胸肩的动作、推的动作的话，我们通常会加入三头的训练，对，一起把它做到力竭。因为当你在做推的时候，其实你的斜动肌群会是三头，所以我们到最后，我们排两个三头的动作，对，把它完全做到没力。老师，不好意思。我已经没力了，怎么办？肩膀三头都没力。先去吃个饭，再回来做。好，可以。那你给我2个小时。
对，然后我选择直杠下压，然后通常大概是12到15，尽量做到次数，对，然后三组而已。后台，哦，天下。天哪！Go! G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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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!各位手肘固定住哦，来下压到底，水，对，来走，来走，啊！摸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来走，啊！对 ，Oh God！ 对，我也知道。梦多绕跑了，尿遁，还想争取多一点休息时间。笑死！我跟你讲，新酒一个优点呢，这边的那个水当然是应该的，他们的气泡水也喝到饱，很好喝。好深哦、欸！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爱上男人？没有，有一点让我想到那个、泰国的抓龙筋，真的，蛮舒服的。来，走，来，看，多点，深，好。来，还有，来，走，三个，来，走 ，two， one more， 来，走 ，go， 啊，水啦，哇，好棒，来，最后的动作我们都单手，对，这个很累，直接做到完全没力啊。Finish！ 今天呢，做了几个动作？4个、5个？五个动作。5个动作，然后大概1个半小时，差不多一个多吧。而且我们是3个人轮流，其实呢，这样子，我觉得个人啊，跟大家一起练的话，就是顶多是3，这些都是3个。我觉得4个的话，就是休息太久，休息时间会比较刚刚好。对，2个又就好像休息时间有点太短。对，所以相信我，2个月给我。我要恢复正常，变强。然后呢，就是有没有比赛，我们上一再说吧。上一再说。然后现在，我们先认真恢复以前的强度。所以呢，我是真的非常建议你找到非常好的健友、健身的朋友、训练伙伴。对，训练伙伴这个很重要。今天谢谢两位，我们弟弟下次见，拜拜。